我有吗？嗯，有啊。那是刮痕。刮痕。没关系啦，录不到的。我刮到了。没有，我的，我们的 GoPro 的那个镜头旁边的四角形本来就有一些刮痕。要穿起来了吗？先不用吧。先点检。那只要开动才可以来这里开门吧。那是回来的啦，不是停住，那是第三班，再转了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横倉第一リフトです。第一リフト、ただいまより営業開始いたしました。どうぞご利用ください。忘了有人要来拉线，写什么？ちょっと待って、ちょっと。は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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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はい、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多倒一点。怎么叫倒一点？后边是。哦。往这样后。啊，是哦。站了十分钟。更高了，更高了。怎么更高？鸡更多啊！我那么大，而且我弯下去，我就会跳起来。不要玩了，不玩了。看得到有多少人冲上去吗？这是第三班。嗯。那我们还在这。没关系啊，算了，安全安全。嗯，看这里有线吗？没有。那哪里？这应该是三里站第一班，从百万人过来的话。是哦。对啊。大概到脚踝吧。
么都喷起来了。脚踝。好了，黑鸡。看你这边急着要去黑鸡。因为就这么一次机会。我们只会滑到黑鸡下半部啊！我又在摔倒了。我们只有黑鸡下半部。上半部摔的吗？对啊，你是上半部接下半部，上半部的一半的接快要到下半部了，都已经轻松了，快平的时候。我从来在平的地方摔，你看赛马吗？你看赛马吗？哎呦喂！要修哦！太满了，好危险哦！充满了雾气。急死了！不要，慢慢走。现在因为现在的感染等级是1%。就是你在路上100个人会遇到一个，以前的话大概是1/1000到1/5。我说现在感染量太大了。对，现在就不只要小心的问题，还有那个几率，几率已经上升了。所以今天就是肚子饿，或12点整吃饭，目标1点回去，回到旅馆。但是我们的票可以到1点。对啊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安心的，就是都可以坐车啦，完全的安心，对，完全的安心，都可以坐车。就是 sunrise 硬要滑一下也可以，坐一下 sunrise， 就是到了旅馆旁边觉得啊。好，做一次 sunrise， 那个我没做，有做过一次啊，还是没做过。我们第一次经过 sunrise 就给它切去中央了，对不对？过了那个桥，好像忘记有做过吗？好像没做过，我们没做过 sunrise。我今天这样一个早上，可能把所有的线都再滑一次吗？今天一个早，不大想去大神。大神都太推推了。大声不推。我想一下，大声。大声还可以，大声还可以。完全没有办法滑，它会倒，它不止反弹感会倒。它又要横又要直吗？不直的那种不行，解开后。它站起来了。不，它不行。好，你看，他还是想打横着的话，他就会摔倒，因为血太多了。但是他现在的心理速度，只能他现在直的了，他现在直的站着滑下去。他一打横他就摔倒了。冲！因为他是不是要往右直接坐，坐那个饭店旁边的。对，然后再接27，接27，然后再接28，28滑去黑鸡。很忙。几乎都在坐缆车。对啊，那这样跟上越国际有什么不一样？很粉啊，有什么不一样？目前为止坐到最快的缆车，上姿台。没有啊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今天去换上姿台可能比较好说。四人坐上去哈。四人坐上去，然后那一片那个斜度，你可以滑到粉雪。是啊，所以现在下车往上姿台滑吗？哪来得及啊，今天就是既然在这就是要滑黑鸡，把黑鸡滑掉。还有就是上姿台那边旅馆比较多，所以对对对，所以可能黑鸡还是比较好。对，万一有下次，我觉得那台缆车很快。对，突然往前冲，超快的。快归快，但是可能人也多。但是快啊，运量大啊。运量大的意思就是说，在你滑一次的当中，又有一大堆人也来滑了，满地都是人的问题。对，然后就一道都没了，这样。对，我觉得好了，还是赌黑鸡。穷啊穷啊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完全没有任何痕迹。我就怀疑这一块是不是雪道不压的，只有它的雪道其实是两块，中间交错的地方不压，所以才会看到之前的这种。加速一点了，
没有，真可惜。那个是人员呢、欸，他走路走去哪？要开吗？这台还要开吗？三个人呢、欸，他们难道要开这台吗？不过我不知道这台去哪里、欸，他们去上班了、啊。可以这样临时开的吗？而且那里还有票亭呢、欸。也许他们是八九点的车啊。是没错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台之前我们没看他开过、欸。嗯，没看他开过吗？没看他开过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我们是第一个上来的人。你被椅子推走了。对啊。那就算了，就走这啊。当然要走这啊。直直朝下，求速度。有的右转就右转。不斜不斜，太慢了，很慢。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那个旅馆来的。租机有些是从那个旅馆来的，我没跟旅馆买。不是啊，跟旅馆买也要在那里换票啊。雪啊雪啊，结果大概到比脚踝还高吧。不过你住这间大概九点才能开始滑。啊，原本。我说你住这间，然后九点才能开始滑，因为这间这个车九点才开。我们现在已经九点了吗？应该，因为我们是八点开五十上车的。哦，不然还要等个五分钟。还好他开了。他应该要，你是说，那你在那边喊说还没开的那一瞬间，我就想说啊，不是那边再来一次吧？幸好现在时间有接上，接二七那一段也是到膝盖，不是到膝盖，到脚踝。我刚好转下，你有转下吗？转下，我没有用头，我用眼睛看。哦，用眼睛看一样吧？一样啊。我头就盯着，在看我的脚。嗯，都是血。好多哦，夸张哦，上雪这么多。预报下雪，它就下；预报不下雪，它也下。怎么样都下。就算不下雪，风也吹一吹。所以藏王去年也有惨的时候，好像说前年也有惨的时候吗？你说哪一种惨？白马惨的时候太惨了，还是好？这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这我不知道。不过那一年好像又是同时扫雪。又同时有，嗯，有虫，他是说2016，那很早了，2013开始。但是我在注意要不要来藏王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消息了，好像跟我们那种很少雪的那一季，好像那时候也有灾情。
想看，嗯，好吧，综合评价，来这里花的交通费跟住宿费比较高。但是但是松雪率比志贺高原高很多。来拍一张，今天回家的吧，路都拍一拍。让我看一下高坡，没事，你看一下我的镜头前有那个水珠吗？没有，好，很好，太粉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不错，很多路。小小的、慢慢的缆车车，嗯，综合评价费用稍高，人的话跟志贺高原差不多少，应该是说比志贺高原的人还少，因为小吗？一样是比一到五，一样是比一到五，可是没有学生呢、欸。对，一来他这里没有学生，二来他这里下面也蛮广的，三级的民众不用学，所以如果求粉雪的话、来这边不错。是不是有不少是大阪来的，比较近，山形太远了。志贺哦，嗯，志贺长野那个从大阪过去还可以，但是这里太远了，应该说还是说今年，还是说东北一带自己雪场就很多，大家不用特别跑。还是说我觉得今年是特例，今年是粉雪年，所以可能并不是说这个雪场这么粉。耶、什么的志贺也很粉吗？志贺我们在烧鹅山滑接近东莞那条线也很粉啊，只是去刮的人比较多，而且我们就只是走那个。对呀、他那个东莞我滑得很紧张哦，还好。我觉得往扣太紧，然后痛。哇，要动一动。啊，十公分啊，十公分。比我们第一天滑黑季还松。一整个晚上加早上。不知道他们几点压的。压了之后盖上去的都算。我看一下隔壁，你觉得就是有人在检查雪道柱子，应该是哦。这个的比较辛苦，检查这个道的人。哦，你说这也是走下来的人啊？对，应该是他，因为他都要绕着这个柱子。那个开了吗？开了。我们的二七啊。嗯。哟呼哟呼哟呼！就接一接上去。你可以吧？可以啊。我们做到了两个第一班。哎、为什么前面有人？啊？前面有人呢、那就是工作人员。对啊，他有任何装备吗？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没有，他脚会很滑。没有，他下去以后就。好了，他在前面。小跑步。所以我说这个很辛苦，他走大坡坡哎，好累哦。这个他雇的这台缆车，他走路很累。嗯，啊，大爬坡，我跳我跳。刚那个就比较轻松，那平缓的。嗯，有太阳的感觉，那一面有亮亮的感觉。你二七应该是二八坐着斜的滑过去，对不对？要去找龙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就说前面那段要推，我也不想，因为水多，再做一段。这是走路的痕迹。
阻力太大，于是乎就拖了一个板。哎、欸，我拖了、啊，我拖另外一只脚了，这样往上爬比较快。下转，然后我就直直滑，结果直直滑，结果我直直滑，直直滑我就没办法做我讲的那个，就是说，万一觉得阻力变大，我就踩的那只脚赶快松开，我没办法做这件事，因为两只脚都是松的，那就撑住啊，我没有那个心理准备啊，我没有屈膝。我没有屈膝应付那个突然间的阻力，脚超弯的啊！我脚都蹲着在滑。对啊，我就想说，哦，这个很，这个波没什么，我就直直滑就好了，结果就中了。脚波大概这里这一面。哦，哎、欸，你是跌下去啊？有砰！我没有看你。有砰一下。我知道凉凉的部分啊，凉凉的部分砰一下。啊，高破看一下，高破高破整个是插进去的、哦，还好，那就好，那好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是不是有水啊？好好好好。但是我说，我看一下旁边的头，旁边没有，旁边没有。对，倒的方向对。什么？是按钮，那边都湿的、哦。没关系啊，那个按钮本来就是防水的部分。赛子那边硬很硬。它全部除了屏幕那边也湿湿的、哦。屏幕算了。我不能往后看，我不能再帮你看，所以你过来，然后脖子太痛了。嗯。好像没那么多雪了。你说这里好浅啊，好浅啊！不是好浅，我是说现在下的量。哦，我说地上好浅哦，没有那么深。是谁的痕迹啊？啊，嗯，断断续续呢，他是跳着走的吗？是他们的人哦，应该也是越野。但是脚步的距离也太大了吧？不知道。他是蹦蹦跳嘛的、啊？因为也是顺着杆子走啊。每个都确认一下，自己鼻子那边的血清一清。对对对，右边，左边，左边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刚你就没有摸到，凹进去吐出来。好好，这这没差，这没差，就让它在那吧。唉，好吧，太天真了。嗯。今日学会，随时都要准备应变，不可小看缓波。就是我都是这种摔的耶，你看我摔还不知道吗？然后是提架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啊痛。我是直直的呢，不知道你怎么摔。要坐弯啊，要坐弯，坐弯我就不会摔了。我刚刚是想说，我就直直的去就好了。应该也不会摔，要站好就好了、啊。没有，就往前了呗。黑鸡要小心啊！黑鸡不会啊，黑鸡会在那弯来弯去，弯了弯了。这上去就看到百万人上人多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啊？百万人上人多不多？
其实我现在先想的事情是说百万人的能见度如何。刚一瞬间感觉太阳很大，我看到一台缆车在那，所以百万人的能见度大概是隐约看得到旁边的树，但是看不到上面的人。我觉得很冷。我还好。空空空空。不滑雪，冷死。我觉得潜水是设备出问题，就是很要命的事。嗯，真的是要命，因为你真的就只靠那根管子要命，万一真的吸不到，又干嘛干嘛的，很危险。很清楚啊，都很清楚。这一层。上饭我猜不大行，这个在喷什么？除血。我要看它是什么机器，它的残血小推车还是什么？居然都开始动了，哇！你的方向。不知道几点啊？好，去黑鸡，去黑鸡。他就说还在动。啊，好，走。跟这条线，
天呢，黑鸡已经不行了，你看这些人啊，已经被他们划走了，没了。
一定有。你要小心一点。反正馒头对于速度不大的状况来讲，还好。推很远啊，很远，我记得要推很远。你看他们推到哪里才坐下穿鞋就知道了。还不到啊。什么都看不到、啊，什么都看不到、啊。跟着他们去，他们到底坐下了没啊？
在这里穿鞋的，这里有一团乱乱的。走了，走啊，你走啊。这是我先哦。当我们赶在这里直直滑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只要一边直直滑一边跳就行了。大概在这一个地方，不过雪很多啊，对我们来讲没什么影响。啊？你跑到雪堆后面去了。我猜前面的正中间有，但是没差了。对啊，我们就在我们滑的左右转弯这样就好了，最左边转，最右边转。力气啊！这里波度已经变小啦，这里没那么陡啦，我没有要冲。我只是说，对我们来讲又会算好一点。
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我有在直冲啊，可以了啦，稍微小左弯小右弯就好了。他们已经滑掉这一块了，用不着再来滑了。这条就没有人要来了，就不想再滑了。那人去哪里？就去再去找别的。我们呢？我现在滑哪里都一样累啊。我刚滑觉得好累哦，脚很酸呢。就是不想倒没，所以左右脚一直在那边蹲空。我要去擦最右边的边边，看还有没有擦边边。没了，也被人擦完了。啊，酸啊！哎，雾线已经下到那么低了。哦，你要穿雾的。对啊。酸啊！滑吧，你要我先滑吗？我是在休息。我也在休息，所以我只是先问一下。啊？好啊。是啊，是啊。我会等你很久之后再滑。
本来想直冲，后来发现又不大对，要用左右小弯，这样会比较平衡。对啊。就是
拉长版的三五郎旁边，还有就是加厚版。我们之前滑的时候都被刮过的，那个厚度没那么好。三五郎也要去啊，每条的。我现在要滑多少度都滑完，应该很爽。我都要滑，大声要吗？大声那个波度够大，但是不知道已经是不是已经被人刮过了，应该也都被刮过了。我就觉得别想了。然后大声我没有讲，你说其他的、啊，然后什么恐龙那一条啊，那条我不熟，你就带我去。恐龙那条不要啦，那条要推。啊，但我想要都滑一次吗？让我做个总回顾，再搞清楚一次缆车雪道，不然我真的搞不清楚。那就是仓浦找一下车，往右一直走路，走到恐龙下面的缆车坐上去，要走很远。我告诉你怎么走，然后我在原地等到的，很累好吗？不要啦，没差那一脚，而且又那么雾。开的话，我们过不去，我们要从黑鸡才过得去。这个红红的是什么呢？是谁的垃圾呢？
蹭松雪啊，反而蹭松雪，直冲啊！错了啦你，靠！走错路哎、欸！这时候我一样会在那里等。
风破浪啊！啊！我没办法去那边啊！我要走很远才可以去那边，要去这边直冲直冲。九九直冲哦！冲哦冲哦！我说真的，太慢了。不会啦，盯住就好了，直冲，不然你冲不过。哦，听不到声音，好松哦。你说在平的地方太松了，是不是？
快动不了。你刚刚讲的话在雪里面没有声音，埋在里面的声音，我听不到你讲什么。不要做那个的话，还是只能去恒昌之壁。做那个要推半天，然后又要回到这里来，所以唯一呢只能做的就是早上做的那一个。早上做哪个？第一班往下滑。是啊是啊，我只是来这边有收学而已。你这一颗的问题是，等一下你头转向，你不大能转。我等看着他的灯，大概要等一阵吧。我的鼻子有在里面啊，没有。完全的露出来。我前面还蛮快的吧？是啊，我看到你跳了两次吧。乘风破浪，然后后来就摔倒了。不是啊，你的倒法很奇怪，就是你破浪一下，破浪一下，都维持这一个平衡。然后你第二次摔是破浪一下之后，你好像就倒了。我也不知道你是往前还是往后，你就很慢很慢的就倒了，不知道。很安全的倒。对啊。哦，最后一下是怎样？太松吗？你说刚刚下来的最后一下直冲，对啊，不知道站不稳了，站不稳，太松了，哦，太松了，然后就回出去了，那就是突然有阻力了，这样，有吗？嗯，好吧，保护着我就是让我常常进雪里搭过，我刚刚是
两只脚跨，我以为我两个板子都在，然后我右脚也掉。你说最后一下？对，右脚也掉，不然我觉得我完全动不了，因为我觉得我的板子是这样插着，我的脚根本动不了，然后脖子又不能动，然后就。有没有觉得我躺了好一阵起不来吗？然后你在那边讲话，然后我就拍一下，你就只剩下两三个小黑点在雪面上。然后你在那边讲，但是你好像是在雪可能是这样，然后你人在最下面朝下脚，然后我听不到，蒙着脚。我说你拍呀、啊，你拍呀、啊，我又是大字型的，因为我摔倒。没有没有，你是扁的，我只看到两个黑点点。你在雪线的下面，太深了。对啊，这个线包着雪一整条，像香肠一样。热狗堡。做盖子的你忘记了，出来推老半天那个地方，就是黑鸡十字路口那个地方。哎，我傻了、哦，你讲的是对的。虽然要推半天，但是接下来他就去黑鸡了。我们也是要去黑鸡拉回去啊。不用啊，这样。你让百万能推一推。拉上去拉一点点就好。啊，百万能推一下。对啊。不然黑鸡有点累哈、哦。嗯。好，那就这样。这还没到27的。对啊，现在要去27。是我试着直滑，结果摔到铺地的地方。直滑不可。再直滑一次啊！我不要直滑了。为什么不行？直滑的话，那我要那个脚稍微朝前翘起来那个滑法哦， oh. 才可以直滑。所以我刚刚有可能是这样插进去。没有，我刚看你摔下来。我刚看你摔，我就想说，嗯，好，以后如果是我的话，我直滑，并且身体要往后。但是又不能太后面，太后面不就会脚太远就飞出去了吗？这重点是看那个，因为它好像有这个角度在，所以才要稍微朝后，不然平常不用。我滑的还不错哎、欸，上面还不错啊，对啊。那后来就摔倒。你就乘风破浪两次啊，你的脚翘翘两下。而且我在那边看那个两倍的啊，我在想说啊，你该不会四个弯就下来了吧？因为你速度还蛮快的。冲啊！我就想说，好就要来快一点的。对啊，那后面就摔倒。但是不明原因。没有，因为它还是有它的凹凸啊，你还是要。你是被凹凸踹到的吗？蹬一下回不去啊，回不去，一下都要自己撑一下才起得来，但有时候撑不住就会摔倒。哦，就是撑那一下。嗯。对啊，所以。这其实不可怕，但是就是撑不住。嗯。我都有看到我直线吗？那不是直线，不过在你在那边摔两下的时候，我看到两个人，一个是 ski 的，一个是雪板的，有一个雪板是直下的，嗯，对，他直下，但是身体朝后仰，哦、然后对他来讲就是一直破那个雪浪，嗯，他破雪浪破个四下，下半步，而且他就那种比较速度快型的，他们都走最左边跟最右边。嗯，他们就是用松雪，速度减低很多的那个滑法，就直下。这上面有雾气，然后就快到了，然后27再来看，我的三五郎已经很多。嗯。后面就一直在喊什么？噼里呱啦，噼里呱啦，噼里呱啦。往左是怎样？跑去滑很长，一下，
我们类似的滑板，接着往旁边，然后也到树后面看不见他了，完全看不见他，他好像已经下来了，但是看不太到他。嗯，跟着别人的路线。好，来看。好吧，那另外一个。帮我拿一只跟一个手套。不会是动光了吧？嗯，没有。你要讲什么？没有。你找我需要讲什么？没有。你是吼吧，然后吼啊什么都不讲。你是迟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？对啊。搞清楚了，好像还是虚的。外面还是里面还是中间？我现在不知道是我是雾还是……我以为我已经超好了。嗯，还可以。嗯，好了，即使没滑到黑鸡，黑鸡第一道也滑到了横仓第一道。嗯。那第一下真的就是不错。温暖，温暖，厚厚的温暖。我鼻子现在在里面，外面。完全的外面。但是没有红啊，不管它也没关系。我有在录吗？有啊。我要帮关姐。所以现在去在五郎旁边，嗯，是吗？嗯，上五郎旁边吗？现在应该是直接就下到上池台啊？为什么？如果你要滑一切的话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好啊，现在不知道几点了，好像大概十点半了。因为假如我们预定是11点半12点吃饭的话，嗯，现在还早得很，嗯，那过去之后要滑就是滑下去再上来，所以我们一过去片费下来之后，嗯，就可以切那个回家路切去大坪那条路。现在是大坪到了，大坪接着再右转上支台，接着再坐在坐那个快得要命的缆车，还是快得要命缆车不要坐，那我们就直接坐缆车，坐拱多啦，双人拱多啦，啊，双人拱多啦，那是双人吗？那最多可以在四人吗？还是多少？小台对啦，对啊，小拱多啦，那小拱多啦坐完的话就又回来，但是那个小拱多啦回来，小拱多啦回来。小拱多了回来有一个小麻烦，就是要推那个推很远，推哪推很远。小拱多了之后不是要下去又要再坐一个小缆车吗？那我觉得不要去上姿态了，那反正那一段也是乱七八糟，不用特别去滑，我们就滑上面的线，随便滑一滑啦。你要去大恐龙，你就去大恐龙吧。你不跟我去啊？不大想，那要推好远。去要推，回来也要推。我先走路啊，你快去。我就告诉你啊，就仓浦早下车以后，往右推到缆车下面。你现在只要一直滑三五郎旁边了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想干啊。我可以滑离三五郎远一点的啊，三五郎旁边有四五条啊，我就随便滑，反正到哪里都是那个状态嘛。就是乱学状态，就随便滑了。我想要再试一次很像之气，我觉得我没有滑好。
不用，你要再一次啊？可以吗？好，去啊去啊，反正我又不用下。还是算了。对啊。我万一又摔了怎么办？一定会摔吧？你大概都摔了两次了。不是啊，我到那个我到二十五没有算好，所以我说你想最后下来。算了啦，啊，其他雪道哦，没有啊，其他雪道乱乱的，随随便便，我没有，觉得还好。暖手啊！我鼻子出来的，奇怪呢。有睡袋吗？没有装在里面。没有装在里面。我说没有装啊。都是线，一堆线。
三五郎还有东西讲是吧？嗯，没有。但是我们今天确实也有这个选项，但是今天可能人很多。我刚有想过，我就想说，但是我们要吃饭的时间大概是十二点，所以我猜那里人潮满满。啊？啊？嗯。那我三五郎给你再吃一次，你想吃什么？那就点个牛排吧。我也是哎，那走啦，我们下去吃。你是说提早吃吗？对啊，因为我现在就是有点饿了。今天早上是我们平常吃最少的一天。好好啊，那去吃牛排好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好好，我到十一点这样，也许还可以。累积的、啊，而且我摔那一下应该有一些血。直接滑去的路啊，就这样，就不用滑第二下，不用第二下，推推就到三五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感觉你很外面了。我也是脚在外面啊。我一坐下来发现怎么会那么远？是他左右摆荡，刚好摆荡到我这了吗？走路，看他们是穿步行鞋还是？哦，观光客，今天观光客就变多了。真的是
就看到我们的联络道有人在走路。有啊有啊，那一个带的人。好累。你说走这个？他们穿这个走就是很会很轻松啊，会很轻松啊。他那个装置啊，外面大片的跟里面是分开的。然后啊，他脚后脚跟抬起来的那一瞬间啊，他的鞋他有一些跷跷板，然后他的鞋头下面有爪子。所以即使是微上坡的时候啊，他那个爪子那一道一压下去是踩得住的。所以那样子很好走。是啊，对啊，我就觉得天哪，雪地走路我觉得太累了，太累了。你有那个鞋子啊？哎、我的鼻子完全掉出来了。为什么我今天鼻子一直掉出来？因为你的那个，你的下面在很下面啊，你只要脖子一往下拉，就会把它往下拉。还有你的安全帽的带子，其实在下巴前面哎、欸。出来了吗？你的安全帽的袋子根本在前面，然后你安全帽的袋子一往后收，对吧、啊？现在就是好的。所以那一天就是五分之一，那一天就算晴了。哦，那一天就算了。算到了，看到了哈，中了，中了。谢谢妈妈带我来上工，看啾啾，你知道怎么念了吧？啾啾啾啾，刘彪，刘彪，不是刘彪呢？刘，我的老板是去看刘彪，去北海道？对啊，是海巡吗？对啊，什么时候？我们之前。去留寿都的时候，你干嘛？反击，就抵走啊！因为你好过哎，我这样抵着你，你也要说什么吗？不会啊，我完全不用出力啊。账又要刮坏。但是我感受到一股力量的逼住。就这样。哎，树林区，树林区，哎呀，我命。这次我也可以多喝点没关系，再怎样就是在旅馆尿尿，而且有一个小时可以尿。这样我厕所在哪？就问他。还有换衣服的地方。你看到了？我没有啊。反正问他，问他就知道。还有换衣服的地方，要找换。其实换衣服是还好，因为我们都有穿裤子。那个空什么事啊？搞不好那边就可以换。走在屏风后面。我就直接走，完全不等你，从这里开始。哎呀，因为这里看起来好多人啊。
只等了20秒，我一回头就看到你了。我这次完全不加速，不弯腰，结果中间就很慢，慢到我要在那里跳跳跳跳跳，但是我没有说。你说什么？他有声音。我说脚跟，哦，我的脚跟好痛，我的脚跟小腿很痛，对，很用力耶。这里就是没有装，有的有装，有的没装，哎。有的有黑色橡胶，有的没有，哎。这个两个没有，三个没有。我刚看到有一个有。这个没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啊，好痛，神奇，右侧的风，有人在滑这，みんながベッド。很疯哎，很像的疯。你还说要去滑红黑大狂吗？要用走的，下车往右边走，走到缆车站为止。而且我们都对要去吃三五郎。是啊。大腿啦，嗯，背后后腿后腿大腿后，嗯，后面拉到，不要拉，还要痛一下。但是他插在雪里，然后我就飞出去，所以就扯了一下，要痛一下。嗯，哇，我的天，真是。今天先不换口罩了，好，待会先不换，好，嗯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滑完就好，暂时又洗掉。连看都看不到。上一次坐的时候看得到大广站，现在坐在这里看不到大广站。绿线下，一回到下，在这里也是搞不清楚往哪边。哇，好多人哦，好多人哦。就算人很多，你也是吃吗？还是吃三五郎嘛，就算人很多耶。好了，欠费。
这边比较没有下雪的，没有，风比较小，没有，我看你的镜头。没事，你的好像一滴，一滴啊，一粉，一个粉，好，这也不是湿，是一个粉，粉应该小到看不到，对啊，哎，你眼睛还好吗？好的很啊，我都没有在管你今天没戴。我就说影响就在于那个挥手可能看不到这样。啊，今天你也不要我帮你录啊？对啊，没差了。今天那么雾，刚很糊哦、喔。刚还好，刚还好。努力冲那么快，我再要看一下你的刀。你乘风破浪了，等一下。我很快吧？看得出来啊，乘风破浪啊。你为了要求那个速度，对，然后后面太急了，太急。你都摔倒到接近中间了，我就在想说那里是有什么。很凹。那个跳的可以弹，挺不过的话就会摔倒。那你觉得眼睛看到前面有什么，对你有帮助吗？当然了。对啊，我是说，我虽然很急，但是我也是有在看路。对啊，决定，因为我在我眼睛看来，我觉得到处都很平。刚刚在上面的时候，所以我可以冲很快。但是后来到下面就渐渐看到洞，然后就要。你有身体有预先准备要顶那个洞啊？也还好，就是觉得脚就撑过去，撑过去，撑过去。哦。对啊，我是觉得从下面录影的那个角度来看，就会觉得那个人好像快倒了，快倒了。但是实际上我们还处于可以，其实都是在迎接下一波的状态。但是我们的滑板，毕竟就只是为了下而下，就还没有学啊。我要每天，他那时候每天都只练那个，然后我脚都废了。正确的方法，不只用偷鸡摸狗的方法，我们就偷鸡摸狗啊。我希望他来哦，我就去找他玩，赶快把钱。看他们那里可不可以订到一个月的这样？住一个月啊？你说住他们那个破破的那个？不过那边这样子虽然便宜，但是吃饭好像还是不大行。对啊，就是要出去买菜啊。哦，自己煮啊。对啊。那接下来就只有一个，就是如果 WiFi 够好的话，那我觉得那里不失为一个好选择。那这学费要怎么算？我们没有办法付那么多钱的学费。没有，我只是说之后假定要机票机的话，我觉得新野可以，新野机票可以。没速度啊，没速度不如拖在这。拖在这
对不对？哇！倒就倒。你走了，好冷。哇，那还差好多板哎。对啊，然后一看没有牛排，就吃别的，是吗？也不用分的啦，就进去点菜。我不分，点完菜再出来分。Thank you.